今天你们四个留下补作业，这就是暑假让你们抄的生字表的作业。闹呢，我给你们发的生字本都当点心吃了。老师在这儿呢。原来你们都写完了呀，都交上来吧。太多了，我们写不完，所以就不写了。你们写不完也不能不写呀，好歹写一点呀。今天作业补不完，谁都别想出去，我陪着你们。啊，那补完作业怎么出去啊？这是校长的神奇作业检查机，你们补完了就把作业放上去，检查合格了就会出现一个出去的方式。不过我猜你们需要补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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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和厕所。我这么贴心，你们都好好写哈。我先睡一觉，你们慢慢补。我妈妈让我早点回家带弟弟，回去晚了要被收拾了。嘿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我的天，早听说有人练到了六笔齐发的魂圣境界，原来就是大嘴你啊。低调点低调点，我也是有备而来，这是复写纸，一页变两页。这个好，咱俩要是合起来就是速度加六倍啊。你赢了。我也是有备而来，我这个鞋子机能开到200码，嘿嘿，可能比你们还要快一点哟。我的天，你赢了。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原始的办法，不就是生字表吗？写一遍拿手机拍下来，手机链接打印机直接打印100份就可以了。这么牛，你赢了。作业合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薇呢？你们作业都写完了？是啊。作业合格。校长这个出教室的办法也太简单粗暴了吧。作业合格。把我也带上呀。作业合格。这也行。哎，手还没进去呢，这臭袜子怎么就没了？完了，门钉的太严实，我出不去了。张老师，谁让你用我的作业检查机的？我那个机器有 bug， 你赔我的教学楼。还有，听说你给学生加作业，奖金没了。啊，完了，我咋这么倒霉呀？